Hello， 大家好。本期视频试玩这个《喋血复仇四》啊，其实就是复仇之路团队做的一个正统的续作啊。然后用的是野蛮优化系统 Win11， 游戏是 XGP Game Pass 啊，就是70块钱买一年就可以免费玩的这种。这个游戏是支持 FSI 的，现在是普通的模式，大概是一个45帧的状态。然后我们这边把这个模式从空间换成这个 AMD 的 FSR， 然后看到帧数会上涨个4到5帧左右，变成了接近50帧，然后把这个 FSR 的质量调低，就会继续的帧数会有更高的提升了。整体来说，最高和高的话，这个画质差距并不大。然后我们继续调低，调到平衡好像就有点变化了。然后再调到低档性能啊，这边就能，我这边是能看出来有点模糊的啊，视频里可能看不太清楚，但其实还是有点模糊的。换到中间位置，我们再来一遍啊。这个游戏其实对大屏的支持还是蛮好的，我这个 720p 的之后玩的话，感觉没有任何卡顿啊。他就说如果 PL 小伙伴开那个 2K， 如果降低一点特效的话，也是基本上可以满足在一个40-50帧样子的。然后是游戏的一个实际表现啊，这个游戏和求生之路一样啊，四个人联机的，一开始这个朋友还卡了很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卡住了，现在之后感觉是相当的流畅啊，我这边就开了个15瓦，感觉应该就比较流畅了，10到15瓦啊，他这个动态的节奏做的是比较好的，毕竟是 DirectX12 游戏啊，主屏上去一会儿它就会下来，基本上在10瓦左右看上去。这个瓦数基本上玩个3小时应该是不成问题的，可惜要联机啊，就必须有网络才能玩。单机好像不行，它单排的话还是可以会给你强制匹配上队友的。本来我想没人排得上，我就单排试试看吧，但不行，而且我确定肯定是人了，这个朋友卡住之后，我们三个一起在干他啊。干到他上线开始隐身了，蛮搞笑的。
got more than one with this. Over there. Doors on. For now. First aid cabinet there. Best patch yourself up now. Shut the damn door! You wanna let them in?